哎、欸，这么巧，你今天来这里啊、喔？单挑啊，爱上是不是很厉害？啊，还要挑？那、啊、你的车嘞？看我克制。噔，好，你可以下去了，谢谢。真的假的？这台看起来很厉害、欸，这什么行头啊？你现在是在大声什么啦？我跟你讲啊，公道价79,800。好啊，我看你多厉害，来吧。跟你讲啊，我们今天的风柜嘴挑战啊，总长大概10公里，坡度呢大概最陡到12度啦，总爬升大概是550公尺啦。那我们就看到底是我的腿力强，还是你资本主力的电会赢啦。Ready, 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还是装备哥，哎用，不用电呐，太慢了，我紧张了。如果你追不到，就不要勉强啊。哎呦，加劲呢！我起码成员拓海，弯内弯超车。你怎么都不会喘啊？我有三个肺啊！哇！刚刚是什么声音？畜生的声音。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骑在台大的野林里面。我要超车喽！跑过来看，殊不知你们被 loser 了。呜呼！看看，身上坡哎！我跟你讲啊。美丽达真正袂歹，即摆股市哦，306，真正两倍。啊，这车哦，79,800，搁加好骑，可以当羞辱梁哲瑞，真正一根利够，无咧讲借口啊。啊！买吗？卖你149,800，就地起价。我要上去了，真的，无情的收卡。
哦，要成佛了。最后百公尺啊，山顶就在眼前了。到岸喽！装备哥，这代码好我啦。好啦，今天比赛就这样结束了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一点都不公平。下次我们骑电车再来比一次。是哦。跟你讲，资本主义不是这样搞的啦。那你这台车要不要帮他介绍一下？就79800，欢迎一达。好嘞。好啦。我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啊。好了，还没，反正这支影片，这台车其实我们已经开箱过了，还没看开箱影片了，开始点这边。那重点呢，其实这台车就是一个它最近推出新款，然后蛮适合在城市通勤的一款电辅，然后电动辅助自行车。你看，像它这个完全没训练的身材，像我现在这样有一点点训练的角色，想要讲身材就对了。上坡还骑不赢他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优势只有下坡，因为这个惯性比较好，可以追过，然后上坡完全看不到人，他也可以转过来呛下我，真的是。好啦，如果有兴趣想要在上坡刷卡人家，欢迎去找那个美达，好不好？添购一下这台电辅车，它的型号是 Espresso 563，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边结束哦，我是你的加良队，我是你的设计师，啊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Go go！ 那大拇指要很弯呢。Go go！ 两指的大拇指。